大家好，我们被迫营业，我们是为了学分而努力的学分战士。然后我是米开朗基螺旋桨，我是黄鱼，我是神棍，我是龙头。好，那我们先要开什么？哦，你还没介绍完，可恶！他妈的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介绍一次。我是红标蓝鹰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玩。这是什么？还这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他妈会攻击人、欸！我忘记他这个名字叫什么、欸。大椒吧，是大椒。然后他会把人这样子，然后他忘记那个叫什么了。蜡烛啦，对呀、啊，蜡烛，对啊，蜡烛啊，你看上面有没有点火、欸？哎，阿姨，你要完了啦、啊！阿姨，你要出事了啦！阿姨，你看你分数。啊，那叫什么？妈的，你害我，你也跟着，你也害我忘记这个叫什么。好、哦，现在神棍垫底哦，要被惩罚了。神棍垫底，阿姨要出事了。那叫什么？炸药。好，这个两个字。对。然后首先会有先这个这个东西。打边。对。没错，是打边，然后他会笑。哎、欸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噗噗。没错。狗屎。怎么搞？马屎。对啊，就是马屎。然后他会这样子。咩？哎、欸，讲话头发是不是小？然后先有这个，才有这个鸡蛋原理。我到家，干谁是王八蛋？他就是王八蛋，这是二十码，什么东西啊？先有哎，鸡蛋的原理，鸡蛋那个。哎呀，你自己猜嘛，就跟你说鸡蛋，还是有担心才有鸡。是史莱姆，你很逊呢、欸，两个字什么？我答案呢？什么东西？赛马啦，看白痴啊！我嘞，啊，就跟你说那是第一个，那第二个，看现在谁是王八蛋啊？我，来来来，这东西很简单，这题很简单，一个字。两个字，来，首先这是一个台湾的节目，我知道台湾节目，听说台湾里面都是男生，他叫做什么男孩啊？他叫什么男孩？三个字哦，三个字，他叫什么男孩？还有什么男孩？高飞男孩，以前、那个、台湾的节目哦 ，LKK 的节目。什么男孩前面有三个字，我都被看了吧？什么男孩？哇，好老哦！我没有看过啊，好恶心、哦！三个字，贴过瘾哦。这个东西长这样，好、哦、知道了，你很奇怪，看贴过瘾哦。黑社会妹妹的另外一个女，那个男生版的黑社会弟弟，对，黑社会弟弟。妈，我都已经那么明显了，还不知道？我就不知道。棒棒糖，不要误导了。哦，你还靠腰？我不会，靠腰。棒棒糖，你不要乱讲。那我就看不到你们要猜什么。那你怎么讲？直接讲棒棒糖就好，还是不猜什么男孩？啊，棒棒糖男孩啊，蛮精辟的、啊，不觉得吗？两个字，精辟啊！两个字，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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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手速很快哦！谢，太快了！妈的！啾啾啾，他会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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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！哦，要武汉！妈，我只想盖过去隔离哦！等一下，我第二招你来，这是三个字。然后他长这样、嗯，那不是我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你亲戚，什么你？这叫鲷鱼烧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然后他会在餐桌，他会吃饭，懂吗？他会吃饭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干烂子你，不要欺负小朋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不行，我会加油。对呀、啊，辉哥，注意点！什么东西？在干一下垃圾吗？你
你说他这边啊，他看起来应该不是有脚的生物吧？爱吃饭啊！哦，他是美人鱼，是好吗？他是人鱼，对，哇嘞！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以后不要邀他来出题目了啦。谢谢。出的什么垃圾题目？差一个字。好，一个字。这个东西会出现的时机，讲太明显了啦。OK 吧，大家都很聪明啦。你讲太明显了，你要像我一样弄来弄去。靠背啊，靠，你那个猜不到好不好？太小了，但是你们太笨了。好、哦，对嘛？太平发，太一般的猜不到。几个字、啊？几个字？要听。哦，什么？什么鬼啊？阿小。好、哦。垃圾！妈的！哈哈哈你老公娘的！嘿嘿。好，这是三个字。好，三个字，没错。好，反正先涂黑，然后我画一条线。黑橄榄啊。对呀、啊，黑橄榄。然后我就拿一把枪，然后把我的饭放在这边，它被封住了。然后坐在椅子上，好可怜哦，黑板的。然后这边有个楼梯，你要猜这个地方旁边。什么东西？大笑、哦！大笑的。什么东西？然后这个小黑又会笑。叫你猜地点啊，近哪啊？然后黑黑的，黑黑的跟他一样黑，好不好？快猜！好，你猜得到，他都猜得到了，你很逊哎、欸，人家猜得到了，最后一名都猜得到了。啊，就是地鼠啊，这不用看啊，就地鼠啊。然后你妈妈可能在这边煮饭，这个叫地鼠、啊。哦，太对了。然后。你爸爸可能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都没注意到楼下干嘛。烤腰哦，哎，他形容很精辟耶。对，他形容很精辟耶，很精辟。很烂耶，我在猜他是什么故事耶，没、欸、怪我。他的是你们猜鼻巴好不好？对啊，猜鼻鼻巴，人家最后没有猜得到耶，第一个猜到啊。猜鼻分的啊，猜鼻巴都猜得到。60分是谁？来。沙小是什么鬼呀、啊？历代五，这个吗？啊，历代五是不是？好靠！玩的什么食物？哎、欸，我画很像，我画像好不好？绿光侠、啊，我怎么一直猜不到？你画的动物他妈像车肉饼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哎、不是这个。哦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瑞布给你对翅膀，瑞布给你对翅膀。Tiffany 是不是？怎么这是墙壁人？是 Tiffany 吧？知道高三该找谁了吧？什么？是什么跑步吗？那是他的懒蛋。懒蛋。猫咪哦。他懒蛋有四颗，蛮屌的。好哦，刚好玩完，我是最输的那一个。嗯。我们的游戏到今天为止哦，欢迎开启小铃铛，喜欢的话可以按赞，然后不喜欢的话，关我屁事，然后留下你的留言，谢谢大家，记得按订阅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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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